後半個鐘頭仲要為旺角場睇緊一場甲組護級大戰，連贏五場國際賽嘅香港隊固態復猛，接近完上半場之前先至連入兩球，球證話莫斯道法啊爭波踢跌，司徒文俊吹雞直至十二碼點，歐偉倫啊大腳射入，咪兩分鐘之後呢角球開出。司徒文俊最後抽石個波改變方向入網，入更衣室之前領先2-0。部分戴著口罩都嚟捧場的球迷下半場仲感到失望，假假啲世界排名都高過152位的列茲敦士登嘅147位的孟加拉努力嘅得到回報。有一分鐘法路即突然間放一個攔截，個波直飛網內，孟加拉同胞就好似打咗支興奮針。香港隊只要打和就可以出線㗎啦，咁依家咪和咯。無華亞攔截到個波大腳射入，2-2打和，我哋嘅足球水平啊同孟加拉一樣。你都冇足球意識唔在乎啦，咁咪益咗對方咯。難怪曾偉忠無限感慨咁話。